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军，今天来到了广西灵山县的二胖兄弟家，应该好多朋友都认识他，胖胖的。二胖兄弟，这二胖兄弟今天有点明星的感觉，我经常看你直播，是吗？你那个集装箱那个直播间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直播间？不是搞了一个基地吗？啊，在那里，在那边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等一下会过去吗？对，我们住在那里。啊？等一下会过去吗？会。好。啊，我先。倒茶给你们喝好了，先忙，先喝杯茶啊。浪费点麦了。哦，其实之前是临时的，那直播间呢，就是之前我那个这个房间没装修好。哦，现在上面直播、啊。你刚才还说带我去看看呢，原来没有了。你看看遗址、啊。对，现在去看遗址。二胖传媒。先喝杯茶好吗？好。我要想看一下你那个集装箱那个房子呢。正宅的，还有二楼的哈，我记得。呀，那你刚才给我喝的这杯是不是凉的呢？啊，是别人喝过的吗？没喝过的，下次没人用。没喝过吧？哎，谢谢兄弟。没关系，喝过的没关系。看一下二胖哥的马屁，二拉拉，对吧？二拉拉一炮而红嘛，现在哪里都知道。嗯，他会带你更红，更上一层楼。老弟，越南别去了，跟着二胖兄弟在这儿。二胖村。对，这二胖就是找个老婆。欢迎不，二胖兄弟，让拉弟在你这儿，啊，给你当厨师长。哎，兄弟，你们这里村怎么也叫三龙村？我们这村呢、啊，我们这个村不怎么出名呢，隔壁村就比较出名。这是什么饮料啊，美女？槐花粉，糖水呀、啊，你还没喝过呢。哎呀，就是二胖去撩妹的那个。哦，明白了。哦，撩三妹的，懂了。来知道了。我很喜欢那味道，不错。哇，谢谢二胖妹。尝一下这个，在别的地方没见过。这什么东西做的？挺好的。那个二胖妹，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一种植物，然后，有面粉吗？里面没烧到，有。在挺好喝的。谢谢。Hello， 张富贵，钱的朋友们。喝的。斑斓粉啊，兄弟啊，评论上敲出来啊。拉弟，啊，喝了没有？喝了。怎么样？味道？味道可以。味道 beautiful， 你们那边有吗？这个东西啊？对，我那边，第一次喝，第一次喝。我听说你那个炸那个牛粪，挺好玩的。我靠，你这个你都知道我？啊，有时间能不能带我？我是你铁粉，有时间能不能带我体验一下？可以。去那个田里面炸牛粪，是吧？啊。就是你炸牛粪很火啊，行，你可以的话，明天再玩一天了，明天带你去。好嘞，二胖兄弟特别实在，你是二胖兄弟，我是胖金兄弟。这是二胖的父亲是吧？叔叔好，在弄白切鸡对吧？白切鸭，嗯，两个，这个特别出名啊。一个鸡一个鸭，广西广东都有啊。哎，谢谢，辛苦了叔叔。没辛苦。哎呀！广西这边也是吃海鲜啊。二胖今天好招待我们，兄弟，是吧？这么远过来，肯定好吃好喝是吧？非常感谢，啊、真的是，给我找个女朋友啊！你不是现在在做媒吗？拉拉拉，过来！哎，拉弟呢？实在的一句话，我还准备来你二胖村给我们二拉拉找一个呢。来，哦，不。爸爸给我大妈找一个，真找的，来到这里，来到阿胖后面来。我还想你给他找一个，看你村里面合适的有没有。我现在也缺啊，我大伯也缺，那个美女都是喜欢瘦的，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单身啊。胖有胖的美啊，肥美，这就是了。他才是比较紧张的，你这个还算是比较抢手的货了，他紧张得很呢、啊。就跟二胖兄弟说一下，啊，今晚跟你喝两杯吧。嗯，啊，他会喝。啊，
二拉拉是吧？我是二胖，都姓二啊，不是，我带二舅啊，我带二舅啊，啊，能能喝吗？都很热。啊二胖兄弟之前一直穿个保安服，我记得在这里面直播啊。哦，不然你经常看我直播。我说了是你铁粉，你还不相信啊？进二胖的直播间看看啊。来，哇，在这里，嗯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兄弟，收塔啦！因为之前那个没有装修嘛，就是临时用的，现在装修好了，就是在楼房那直播了。现在你看已经跳一跳了，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方便嘛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就他这个还会晃动嘛。不是，最主要你的体重在这里。对啊，主要是我重的，现在这个我也用不了啊。他以前每次直播，我都看到后面一台空调，原来就在这个房子里。这么大一股啊！啊！这一波吃没上掉。要不你来发？我来发。哎，尝试一下嘛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是酒哦。真的是酒，等一下别摸方向盘。真的是酒，加油！哦，这样扣的，哦呦！哎呀，哇，好漂亮！你，哎呀，垂涎欲滴吧，好路，好。哎，放那边。好。大姐，这个是凉拌，就是酸甜的，是水。芒果，嗯，芒果都酸甜的。哦，叫酸料吗？还是啥？酸辣甜的。等一下加一点辣椒。芒果这样生了就可以吃啊？是啊，这样可以吃的。哦，尝一块。啊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很热情的姐姐啊。这个还要放辣椒啊？放辣椒。非常非常热情。凉拌芒果吧，朋友们吃过没有？非常热情。第一次到，酸甜可口。等一下还要放辣椒。辣椒放盐。来到二胖这边都特别热情啊，搞了三桌菜，有那个叫什么白切鸡、白切鸭，还有扣肉。之前在视频上一直看二胖兄弟做扣肉，今天终于吃到了。这里把这个点就上头。嗯，来，二胖，让他们那个，让他们坐那边去。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菜包。菜包，菜包，你们应该没吃过。这个是猪肉老大哥。嗯。我就喝这个吧，今天就不喝酒了。广西特色凉拌芒果已经上来了啊，搞这么多菜，开吃了吧？辛苦了二胖兄弟啊，辛苦了啊。不行。开吃了，开吃，对吧？开吃了，马哥，开吃了，小胖子，你也成小胖子了。设备全部关掉。以前经常看到二胖在那个集装箱房那里炸扣肉，应该是2021年吧？2021年的时候。2021年。今天终于吃到你炸的扣肉了。我炸的。你炸的是吧？你的肉他炸的是吧？我炸。你炸的是吧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看你骑个摩托车经常转悠啊。让他们吃到家。二胖，你负责吃那个时候啊，特别香。软糯 Q 弹，好吃。来，海哥，你这几个兄弟，能不能随便啊？不弄你白的。怎么样，这个扣肉饿了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哦，明天再搞它，可以的话。这不能蒸，干两块的，我真的还有。但是有点酸的，在我们那边都是叫梅菜扣肉，用梅菜啊，这边好像是纯的扣肉，没有梅菜的。各有特色。完了，筷子拿反了，激动的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开始吃饭了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最近带大家了解一下广西的风土人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为何青春过得好似烂泥，活到最后，随之痛苦与失败。